这套原地的行拳非常适合早起慢练，找个庭院或阳台，三步之内就可演练乾坤。特别是配合呼吸进行慢练，也可作为热身。提拳中有速有展，有拉伸，有下压，腰催伸转，肩催手送，三步之内运转全身，配合好呼吸，气息顺畅，鼓荡丹田。此拳中有龙折、燕超、耀翻之势，故名曰龙盘燕掠。今天就把这套拳法通过揉练慢练的形式完整的展示给大家。